要。哦，这可以喧哗吗？不要喧哗好了。大家早啦，我们终于中午来学餐了，而且我们还有在校生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我是外语室的。啊，你好，谁哟？你好，好，我们要去挑战那个一楼的蒜泥白肉。蒜泥白肉听说很屌，听说早餐也很屌，但现在没有早餐了，所以我们要吃午餐，好吃。锅中的啦，哇塞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蒜泥白肉饭，然后我刚刚发现他们有那个经济餐，所以我又点了十个青菜，然后多吃菜。然后妹子，你点什么？糖醋鲜鱼。Yes。吃鱼的可以点点看，好，吃起来吃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跑来斗六。斗六有一个知名景点，大家那个其他东西都可以不用去，就去这个，给大家看一下长怎么样。周氏松饼，好不好？而且他们今天有新口味，汉堡包、大侠堡、猪肉大侠堡。我们来让大家看一下美丽的店面，还有美丽的老板娘。好，赶快来，斗六的人看到这影片，你就知道斗六最好吃的松饼在这边，赶快来，对，吃。好，先咸再甜啦，各位同学。大侠汉堡，猪肉的好不好？猪卤了，那么豪迈的，哎、欸，这么豪迈的松饼哪里找？肉排比松饼都还要巨大了，都快装不下了啊！马上来试吃，新口味，给大家看看，无法一手掌握啊！好吃，好吃。听说有独门秘方啦，我们不能告诉大家怎么腌的，但就是好吃，好吃到不想讲话的好吃，就是好吃。好吃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之前的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吃完那个刚刚那个猪排，真的是屌炸天，真的很屌啊！用讲了讲不出来了，大家有经过斗六要来吃。接下来我们来吃甜的啊，但直接吃完咸的吃甜的，大家就觉得哦很不专业，你味道没有换过，开什么玩笑？红茶啦，好不好？你来内用红茶可以一直喝，喝到你怕。对，来，我们味道洗完了，我们现在来吃甜的。Beautiful， 吃。哦，这个鲜奶油跟这个巧克力的部分，
好了。